想想，其实跟两年前的成都还是挺像的，也是在男团半决赛，也是打到舞台，最后是那个直播三局取胜。你觉得这个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成长会有哪些帮助？我宁可不要这样的成长，我觉得还是欠缺的东西还有很多吧。对于自己来说，如果每一次都用第五场来去定义自己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太片面了。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自己的第一场，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总结。我觉得今天比赛确实非常艰苦，但非常开心，最后我们获得了胜利。其实明天的比赛肯定会更激烈，包括也更重要。然后我认为通过今天的比赛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总结，然后在明天全力以赴。也希望经过今天这场比赛，每个人都能够也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我相信可能也是对这种对于决赛的这种准备会可能会更充分一些吧。很多球迷来看我们比赛吧，然后也感受这种氛围也确实特别好，包括在场面有的时候比较被动的时候也一直在跟我们加油，然后希望大家元宵节快乐。